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安安，欢迎您收看《台湾好滋味》，让你开心又开胃。饭桌二人组阿龙阿杰是台湾唯一有厨师执照的知名歌手，不约而同都来自餐饮世家。从小两人的家庭都是以帮人办酒席为职业，为发行唱片前经常穿着厨师围裙帮忙做菜。现已发行的闽南语专辑《我的阿那达》《爱着你》《重逢火车站》《再会了车站》《半边月》深受广大歌迷喜欢。我觉得哈，很多观众朋友哦，可能对你们还不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哈，要不要来一点主题曲？你们的主题曲？不然今天就是做菜嘛。我们在第一张专辑《板豆》的时候，中间有一段饶舌，好饶舌。那这一段饶舌是我们两个。在录音室马上创作，马上写的，真的，对，安姐，安姐，借一下你的手，我们大家一起来打拍子，好了，来 ，OK， 来。大家看见一丛小草，讲话出一个爱骂火着你。啊，猪肉七十岁的龙虾，爱批金啊，甲虾啊，就提来洗。这个电视准备起来就有啦。葱啊蒜头蒜啊，盐水切做肥。大油炭作天棒炭鸡，羊肉汤来归咯。味素好椒米酒，大油提来倒啊。用个石板加汤包米笋啊，蚵啊，白菜、蕹菜、冷盘个煎咯，就吃个爽快。汤哦芳，蒸哦跳，煮哦烧，煎哦跳，总好会功夫，我世界上高。白凉青蛙蒸凉少，观景真海。小炒泡菜，小汤洗碗做阵来。今仔饭都予恁大家食到老的嗨。头家乌肉，大家欢喜笑嗨嗨。好，今天要带来什么料理？酸菜鲨鱼皮。酸菜鲨鱼皮，来介绍食材。好，首先呢就是我们的鲨鱼，然后呢是我们的酸菜，然后我们的一些配料呢就是蒜头，然后还有姜丝、辣椒、葱段，还有这个也是芹菜，对，芹菜段，对。好，赶快抓紧时间开始来煮了。我发现呢，每一次都是阿龙来开胃呀。对，因为今天所有的之前的工作都是我准备，那我想到今天这个菜全部都是阿龙开的，就由他来找。就他来，要不要油？要油，好，你要油。油在底下。油在底下。我习惯那油都在这里。工作人员，一向油不是都摆在这里吗？安姐，这个鱼皮对女生吃非常非常的好。对。它很有胶质，胶质。对，那像平常我在台湾的时候，我不会拿来炒，我比较喜欢做。拿来敷脸？不是，做这敷脸不行啊。胶质啊，我喜欢拿来做佛跳墙。我最喜欢吃佛跳墙。对，你下次要煮给我吃啊，好不好？可是佛跳墙是很费工，可是 OK。啊，那不然我们再加一集啦，再叫佛跳墙啦。好。首先我们把这个蒜头爆香，爆香蒜头。爆香完之后呢，再来加是不是姜？对，姜、辣椒、辣椒。好，那你们两位会烧菜，有没有烧给家人吃？偶尔想到啦，偶尔想到，但没有实际，没有，偶尔想到有做，但是不是每天，因为我们自己家里面在做这个，所以爸爸妈妈也不稀罕，就对了。其实都煮给人家吃，回到家其实我们都吃得很简单。很多朋友都跟我们讲说，板豆我们都吃得很好吗？山珍海味，我说其实我们吃得很简单，对，对对，青州小菜就哇，对。不过你们现在是艺人呢，是，一样啊，所以回去还是可以烧菜啊，对，还是可以烧菜啊，对。安姐，我要加一点水，对，够吗？啊，再加一点。好。好，这道菜肯定好吃，而且肯定营养，肯定美容啊。对。不过记得，鲨鱼皮是拿来炒，不是拿来敷脸，绝对不是拿来敷脸哦。那我们加一点，我们这现在这个酸菜让它滚，让它那个酸有点酸味跑出来，才有味道。好。我觉得我们泉州这边的酸菜跟台湾不一样，台湾会比较酸一点点，那我们这边会比较咸一点点。所以那如果观众朋友就是味道不想吃太咸的话，可以酸菜泡一下水。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加调味料，就是我们的烧汁哈。对，继续下来我们要来加这个鲨鱼皮。哦，鲨鱼皮了，主食要进来了。这个鲨鱼皮呢，你吃多了绝对不会增加我们的重量的哈。很快的飞进来一瓶胡椒粉，你带。其实这个胡椒粉要加不加其实都可以啊，增加它的香气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从头到尾都还没有加到沙茶吗？
因为沙茶只要一炒，它的香味就会炒掉。所以我们等到后面的时候再来加沙茶。哦，所以在你的做菜的经验是沙茶要最后要起锅的时候才加吗？大概快要起锅之前呐、啊。哦，大概快要起锅之前。再加上去把它加热这样子。现在我们就可以来加一点这个。好，你们两个有没有想过要开餐厅？有想过啊。有想过，还、啊、有没有去执行过？没有执行，因为就是平常就是录影通告比较多，太忙了啦。对，其实我们从第一章我们就一直很想说，哎，我们两个板豆可以把就是半做的菜把它介绍到餐厅来开一家餐厅、嗯，有在规划、嗯。可是，一转眼六七年了，一直都还没去执行。一转眼又六七年。对对对。停下来，对，加点，冲断一下。再来就冲断了。其实这个不用，安姐你看不用勾芡哈，它的汤汁就会有点焦，就是有点糊糊的，就表示它的胶质，对对对，胶质在里面。对，哦，很棒的一道菜。嗯，你们男生是不是也很爱漂亮，也注重这个吃的美容啊？我们最爱漂亮，尤其是我们阿姐，很有气质，很有气质。他这个鲨鱼比他最喜欢的。这道菜到底是他想说要做这道菜，还是你啊？是我想说要做这道菜，因为我知道他知道我喜欢吃。对，哦，是这样子的。阿龙是很贴心的。哦，是吗？对。啊，那嫁给阿龙就很幸福了。然后这个再加下来就好了。其实这个九层塔，对，拌一拌就可以。对，拌一拌就好了。好，我们把它上菜喽，来。好，来，我们来试吃哈，吃这个会漂亮，大家多吃一点，没有味道。怎么样，阿龙？好吃的爱心，好吃，可以哦。嗯，其实这个酸菜其实它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，因为你要把这个酸菜的这个酸味，跟咸味烧出来。嗯，那我们再加这个。这个鲨鱼皮，这样子才会够味。对，倘若你如果全部都把它摆一摆，炒一炒，其实它的味道是跑不出来的。嗯，好，看看我们这一道创意料理叫做酸菜鲨鱼皮。酸菜鲨鱼皮食材有鲨鱼皮、酸菜、蒜头、姜丝、辣椒丝、葱段、芹菜、九层塔、胡椒粉、金味全烧汁、牛头牌沙茶酱。步骤也很简单，先把油锅烧热，放入蒜头爆香，再加入辣椒、姜丝翻炒，接着再放入酸菜，适量水烧煮，加入金味全烧汁鲨鱼皮翻炒，接着加入胡椒粉翻炒，再加入牛头牌沙茶酱、芹菜，接着放入葱段，最后放入九层塔翻炒即可。台湾好滋味，让你开心又开胃，让你开心又开胃，耶、yeah! ！好的，亲爱的朋友，现在呢又来到了我们的 PK 赛了、嗯。哇，刚刚呢是五人合唱团、啊。对，那是啊。但是两个是、嗯，一个是黄队队长。对，黄队队长是阿杰。对。好，阿杰介绍你的成员。我的 partner 他叫做李玉兰。那你在哪边工作？我是一名老师。我们的红队队长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那我们红队的，我们的 partner 是叫做郭少芬。郭少芬啊，请问在哪里就职呢？啊，我是一个政府机关单位的。政府机关单位。人家是郭少林啊，郭少林对啊。啊，你说郭少芬？郭少芬。不好意思。啊，欢迎哦。我们看到了，今天要去看哪里的好吃东西，你们要认真看哦，仔细看哦。好，待会儿就要来做这个台湾小吃了，我们来看一段 VCR。好的，我们看完了这段的 VCR，大家都知道怎么煮了吧？大致了解，大致了解。这道菜叫做什么？炒乌冬面。炒乌冬面，不过在台湾叫炒乌冬面，好，不要搞乌冬就好了。所以呢，要炒乌冬面了，我们准备开始。我都等不及了，有小油，好，可以的，哦，我要小，小一点，对，这个队长可以协助哦，我这边要大一点，哎，我们因为我要快炒，哦，他要快炒，可以，这样炒汁可以当油，这味道会更香哦。我再加一个油啊，可以了。刚 VCR 第一个是放蒜头，葱、洋葱，先爆香。马上就要闻到香气了。可以了，少林放有没有下厨啊？的经验呢？我就是很生手的，很生手的。炒一下。玉玲呢？我经常下厨的。哎呦，经常下厨。